种没有人会看。来，然后我们来认真的研究一下这游戏怎么玩。还是我们直接看你帮我猜啊，反正。我真的觉得完蛋了，他观众一定听不出这十一个，没有一个观众可以同时认这十一个人的声音。来人支援，支援个跳跳。我现在要，我刚听到什么？来人做爱吧，什么东西？哇塞，你的耳朵长什么东西啊？欸、你蛮会听的、欸，而且这也是你知道我觉得你知道我们平常这样就算了，因为今天有两个比较新的，你在他台这样讲这个东西没问题吗？哎、欸，好了，应该可以了，你们按 Shift Tab 加我。加不加文？今天大家都大舌头，好暗哦！今天讲话也太暗了吧！好，那我们就大舌头。现在都讲话，要关手机会很痛苦哎！啊，有血！吵死了！完全听不懂啊，这个听不懂。我觉得观众唯一比较好认的，应该只有我们有三个女生，八个男生。没有，我是女生啊。那有四个女生跟七个男生。那小光，你就待会全程记得当女生哦，不然观众认不得你声音哎。好吧。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需要吧？没必要吧？可以啦。哎呀，这原来这个东西是免费的模组啊！哎呦喂啊 ！OK， 这一款是杀手，会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会有手枪，那有一个人是会有刀。那你拿到刀记得不要亮刀。那他会写你旁观者配个一个武器，那你武器也看你要不要亮出来，你有可能亮出来就马上被杀手杀。那如果那个武器枪掉的话，其他人是可以捡的。然后你们看你们的左下角，左下角是现在你叫的那个 NPC 的名字跟你衣服的颜色，像我现在是绿色三角洲啊，我是三角洲，谁是印度？不要印度，不要过来哦！哎呀，三角洲，三角洲，好多三角，太多三角洲，三角洲，你谁啊？谁啊？所以哎，刚好三个女生都是三角洲，哎，三角洲，我不是三角洲，对，女生就啊，所以你不是女生啊？我不是三角洲，我是魁北克。我是印度，我也是印度啊！啊，那我们要解什么任务之类的吗？不用，就是杀手赶快快杀光了，我们才进下一局，或者是杀手赶快去自杀，我们才进下一局，就这么简单。奥斯卡是谁？啊，印度是谁？那个因为我们不是内麦，所以就是你如果死掉的状况的话，你就不要讲是谁了。你如果是活着的状况下讲是谁没有问题，但你如果你的人物已经死掉，就是当一个尸体。等一下，我看到印度是不是拿刀？哦，拿什么颜色的印度？有很多印度，哎，有很多印度。印度是凶手，印度是凶手，印度是凶手。哪一个颜色的印度？印度是凶手。我亲眼看到他杀人。哪一个颜色？是红的，有点暗红粉粉的。我是咖啡色的。你是说死掉不要讲话是不是？对，死掉不能讲话。打雷了，打雷了，好大声，好大声，好大声。你可以吐槽，但是不能讲关键的东西了。现在的。你哦，所以凯吉死哦，笑死。凯吉，看一下外面有没有打雷。你可以吐槽啦，但是你不要讲那种关键的游戏内容就好了。耶、yeah, 这好恶心哦、喔、这是什么、哦、哎呀哎呀，这个是那个大哥哥吗？大哥哥、啊、大哥哥在哪里？不要看大哥哥。 靠近地图的那个有一个十字架的角落，有一个在玩人的打不到、哦、这个灵马可以不要这样子动吗？我头好晕哦。打不到、哦、哎呀啊，那个杀啊，对，杀手可以按，我忘记是右键吗？你可以丢飞刀，但是你飞刀丢完要自己去捡。啊，刀子可以让其他人捡起来吗？不行、啊，可恶！还想捡别人家的刀啊？等一下，这个小光听起来是你是杀手啊？不是啊，我不能说话了。死了、啊？哦，你输。印度，我只是、啊、我只是印度负责吐槽谁的枪呢？我跟你讲，喵哈拿枪，但喵哈迷路中。我现在是，但是基本上喵哈拿枪，你不要有多大的指望。叫你玩特战鹰好了哈。啊，不要了。你看不玩特战鹰好，现在玩这游戏就玩不赢。哇，数掉了。哎，所以金章死了就没了，对不对？还是怎样？枪掉了，没有枪掉了。枪会掉在地上。哦，枪会掉在地上。哦，他喵哈喵哈捡了。没有，我死了。枪是可以丢自己。我就说那个，记得李光的声音先拉小一点，还是刚刚那是默默？好像是、那是妹妹的。哦，那是李光，但我没记错。好，听到真的很像恐怖片里面真的会。我跟你讲，默默也差不多，默默也差不多。还是谁啊？罐头音效超级像的。啊！
叫不出来。是阿飘跟不行不行，那个太强了。艾罗，阿飘走进去，我没讲话哎。没有，就剩你们两个，我们在等你们两个打完啊。我剩下两个打罗点给他打哦。我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哎。什么意思？不是啊，我们人类没有什么获胜的手段吗？除了杀死他以外，因为这个地图太大了，我刚选不到官方地图，不然其实小地图的话很快，大家就是抢去抢枪，然后打杀手。啊，蛮好奇的，杀手应该不能捡枪吧？对，杀手不能捡枪，但是我有看过杀手用一堆尸体把枪盖住。哈哈哈哈哈！尸体绑起来，因为对这样盖。我打了，啊！这个烂炮兵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啊！真的叫你这玩特战也好，我有中吗？哇！打到哎呦！凶手是印度，谁是印度？艾罗啦！他的名字太多了。啊！我想换回一般官方地图，这张地图太大。好累哦！我是粉红色的魁北克，巴黎。我是绿色，我是胜者。看你好，胜者。蓝色彩，巴黎。这会不会电？你看谁？哇，谁一开始就被杀掉了？是不是跳掉了？没事，姐。怪，已经跳了耶！大声，我跳掉了。哇，开机不屑玩耶！哇。哦，一定是小光的关系啦，我就一定是小光的关系啦，就害小凯吉跳掉啦，小光的关系啦。对啊，就是小，就是小光的关系啦。哎，其实我们讲出谁是杀手没差，但不要讲他的那个 NPC 跟颜色就好了。好，好，龙咪妖，龙咪妖，我看龙咪拿刀，龙咪妖。龙咪妖是谁？谁是龙咪妖？DC 怪怪的，那个光火或凯吉有办法调一下伺服器吗？啊 ，DC 挂了 ，DC 挂了 ，DC 挂了。Hello， 请问这是全部都挡掉了吗？该不会是我家烂网络的关系吗 ？Hello， 好卡，完蛋了。是罗密欧啊！颜色什么颜色？啊，是绿色！怪的，是那个光火或凯吉有办法调一下伺服器吗？嗯，哎，为什么卡住了？我怎么卡住了？哎，卡住了！卡了！哎，网络爆炸了！有人网络爆炸了 ！DC， 我还听得到大家。卡住了。对啊 ，DC 还听得到。喵哈，网络炸了！喵哈，网络被雷劈了，是不是？然后网络爆炸了。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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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在一个尸体，我在一个烧焦的尸体旁边，我正在被燃烧，剩下十秒。哇，卡住啦！我都爆这么多人了，却就这么。真的耶，白痴，是我家网络烂掉了吗？对啦，哈哈。你家网络烂掉了。跳掉了。跑开啦！啊，还我杀手哈！完，懂吗？得了，短线了。你换我猜吧。哇，我猜。要连画四个小时啊，好累哦。好像还好吧，我平常有了一天画七个小时，你在说什么？这是你的工作。对对啊，这是你的工作。不能这样嘞，是你的工作嘞。你们跟我一起感受，操！要他重开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喵哈是整个游戏重开啊，不是他整个电脑重开。没有啊，他还在啊，他 DC 还在啊。我去看一下他的，我去看一下他的直播台还在不在。他可能没了。我去看一下，他直播还在吗？他去打胰岛素了。太早了，不是现在才几点？都是我今天网络不太好，那我先去打胰岛素好了。所以网络不太好要打胰岛素哦。打哪里啊？有那么好用吗？欸，他直播断了，他直播断掉了。对，他应该是重开电脑。不知道，他没有，他赖我说，没有，他赖我说，他家突然没网络。那你怎么？哇！那你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干嘛？现在这么好笑的。是阿北，主揪直接不揪，谢谢。我们今天没有主揪了，大家今天的联动都到此结束了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。
但我才玩一场游戏耶，就一场而已。接着联动只有一场游戏的。我们只开了22分钟。你那个吗？闪电，我刚接联动。我刚刀子才掏个没两三只结束了。我今天的游戏，哎、欸，我今天有捧到人哎、欸，好开心哦、喔。还是我们来先开，我们先帮他撑一下场子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开那个游戏。我们来研究一下哈，我们来研究一下。我们研究怎么躲猫猫，好不好？他一走，没有人会看。来哈，我们来认真的研究一下这游戏怎么玩。还是我们直接开你画我猜啊，反正比较好开啊。DC 有直接丢掉丢下主就直接开始。有电会DC 有哎、欸、有那个这个吗？我看一下哦，是这个吗？啊，不然我开看这个单人游戏。16名玩家，然后按开始，是这样吗？我先开看，他会出现在哪里啊？是电话画图吗？网络什么时候回来？没有，还是该那个啊，还在。他网络就断了，他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？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啊？还是要打电话给中华电信？谢谢中华电信，我上次才骂过中华电信而已。感谢中华就是要倒才有用啊。我们四个人一起打过去骂他，我们像是我们像是一群不知道要干嘛的小羊，怪怪的。没了主就不知道做什么的一群人。有了，我开好了，你们看你们，我会顺便趁机调一下你们。进去了吗？这好像不是哎、欸，这是他小啊，我开了什么？你开错了，你开了什么？你开哪里啊？花之力子，附加元件吗？有了，回来了。啊，喵回来了。你要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欢迎回来。你复活了吗？复活了？你复了吗？还在努力。I am a banana。哎，他有亮，他有亮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会讲他亮吗？他搞不好是用手机打开，然后跟我们讲个话这样。最后的道别话吗？直接收台子。哈哈哈哈哈！秒他，游戏20分钟结束。Wake up！Wake up！张比。太不见了，太有灯吧！不见了，完了，又回来了，完蛋了！他应该是登出再登录吧？哦，那我们先来看凯杰的影片好了。靠北哦，干不要好不好？直接考哦。凯杰影片，那什么地方都马可以看吗？直播靠影片干嘛？第一步开始点，好，就从我第一步开始点，没看完不能停。好，你会听到的。我两三千多部片，慢慢看。啊，我们用两倍快转，两倍还不够快吧？可能还不够快吧？够吧？两倍要20倍速，还是我们要自己开电话画图啊？如果他在5分钟回不了，我们就开电话。有啦，我可以再开刚刚那一张地图，再试一试看看。好，小光加油，小光。我再试一次，点对点极限好。DC 连不进去，其他好像好了。喵哈，那你 DC 重开有用吗？那登出重开啊。他说游戏可以开，是不是？游戏可以开，可是 DC 不行。DC 坏掉了。还是你测一下网速，你网速失下很惨。应该是爆炸的。是被劈中炸掉了。他重新开机了。这种的话，那可能状态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奇怪，为什么我在这个地图？你那个没有啊？台北今天又没有打雷。我这个是自己的。台北还好吗？啊，还是他家网络上面有鸟巢？还有模式的。猫咪咬掉了。怎么开这个模式啊？老鼠咬掉了。然后他说，一定是刚刚小光当杀手先杀他的问题。哦，小光哦，哦，小光哦，救你！没错。我这个断网路的刀子是蛮厉害的啦，蛮会砍。哇，你网路杀手，我没一线刀子有点厉害啊，能杀到他家网路线。没错，我直接把他网路给拔了。我是把他的 Kate 给砍断，开他的直接砍断了。不要怎么跟网路线有关的东西？要怎么开啊？我不会开，哎，就是直接开。我开的都是怪怪的。电话会图。你是被网路线绑架是不是？不是在游戏里要开的，是要弄个伺服器，所以我要在外面开一个伺服器啊。没有吧？他不是直接在游戏里面开就可以了？他不能用那个吗？本地那个？本地连线？我记得你从里面开就可以了。开启新游戏，然后这个，然后嘞？
然后你右上角选，然后你右选左边选六选模式啊，然后地图，然后选。喵哈说 DC 不行，其他都没问题。那喵哈你他可以自己开游戏。喵哈你用手机打 DC 好。手机打进去吗？伺服器位置啊，这个我换一个位置。那个伺服器位置看看。好，这次看，还是你手上拿的是光纤网哦，月牙开好了，应该开好了。应该。那等一下可不可以进去？那个就是看凯基，你们先进来看看。好，耶，进月熊的耶。耶，凯基先进来。耶，进月熊的，进月熊，进月熊，塞进去，塞进去。怪哦。你们好怪哟、哦！那个小莫跟那个唐牛他们有我们的好友没有？没有啊！我是对新姐，那我要先加小莫跟唐牛的好友，先加小公主。我加好了，我加好了，你是英文版的哎、欸？对，我是英文版的。哦，你的名字叫 X-ray， 跟那个小莫，对，我叫 Echo。Echo， 定好友的 ID 给我，再加 Echo。好，英迪啊，你可以丢我私讯，这样比较有种设计的游戏什么声音。哦 ，OK。没有了，什么？哎，我记不起来。OK。没有了，我哎，我还是先讲一下，默默是女生哦。小光前辈，你小心点。啊，等一下，小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小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没有，我是知名 YouTuber， 我是说公然性骚扰其他。哇塞，这个场子还蛮多的。我不知道是女生，我是女生。谁说女生就不能骚扰女生？然后是想说，哎，私密我应该比较好。私密小光，不想要去查。没有，我没有你的好友，我直接丢群组。好，等一下应该就 OK 了。可是你还没加我，我加了。哦，欣姐。哦，小光哦。小光只加女生不加。哎呦，小光哦，太夸张了吧，引起公愤呢，太夸张哎。我有法律上的关系。完蛋了。我先加唐牛，我也只有性骚扰唐牛而已啊。哦，承认了性骚扰唐牛。哎，小光，你真是可以被性骚扰啊！哦，受不了了，是有人开枪杀谁啊？还有谁没进来吗？进来了，他进来了，终于进来了，回来了！为什么又有刀？废话，你有枪我就有刀啊！我就气死了！那我刚刚还要点进那个第一，那个我还要去 Google 搜寻 DC 没有路由，然后它这是一个 bug， 就一个 bug， 然后我刚刚又一步骤去解除错误，为什么烂东西不气死？啊，你可以加进去哇，没事，危机使人进步，欢迎回来。啊、恭喜喵哈的电脑知识加持。我真的觉得我刚刚失踪的瞬间，你们不知道干嘛，超好笑。你主角迷途的羔羊。这边就没有人会采访。就是一群游览车，然后司机不见了，一群人不知道怎么办。对啊，大家好了，我有驾照，我开开看好了。然后我们就灌下去。客车的小客车的驾照。我进不去。爸。啊，真假？我来了，小朋友。我来了，等一下。来，喵哈，那是谁？喵哈，你的那个 G Mode 跟那个 V2 Studio 卡那个、哦。我没有开。哎，有了，我切好了。我还没开 G Mode， 我等一下啦，我先开个我的 OBS 啦，我也想开台啊。你玩什么台？哦，你对哦，你给你的台怪断掉了。开台。